好，加好，换上。
一把，那我们直接去收马良，吕蒙不让收，我们还有一个血恨。我们气闪，然后流过钗、万箭，还有杀，下回合还有血恨。哎，但是主公本来是可以拆空的，这家伙变了一个八卦出来。继续继续，杀一刀，万箭齐发，再一个血恨。主公即便是对吧？怎么说呢？就是苟延残喘活下来了，且不说他的这个希望很渺茫，就算苟延残喘活下来。观音瓶很稳定的每一回合，对吧？这个如果黑杀的话，来一刀，再一个血恨，主公没有胜率。好啦，宝宝们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一把片尾录像啦。依然是我们的这个观音瓶主视角，这把还是我们之前视频里面播放过的一个主视角。渡区第一关三来解锁我们今天的这期视频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大家拜拜。
安国重任还依仗各位。无中生有，直言归戒，劝主移行，借刀杀人。念旧的皮箱装着还没放完的烟火，我低着寂寞，总算转过一侧。闭上湿透了领口，别说破戒当作没雨曾来过。雨滴下不坠落，剩下路的绝不能已经换残留那句手写的珍重。哦，那年长点你的中国人一出文革，我在等你等下完的成语，半张卷地镜子上的别离，心态如戏梦流转四季，只是回忆手中一抹像日记。汉堤河长江以南，再无王土。